什么令的破破破破台语？我速战速决啊！嗨，我是魔令哦，大家拢知，我是一个咖喱食咖喱的人，所以我的频道就是咖喱频道。今日你搁要来吃？等一下就菜。今日你搁要来吃印度的咖喱？伫个师大亚青的附近，伊的 Google 的评价有够高的，有够出名的，所以就来试看卖咯。我嘛不只贵咧，一定要超胜一个价。哎，里面很多人呢，不用拍了吧？亚菜香料饭，我先吃着吼，伊个香料的味。这饭是迄种长的饭，是印度咖喱的店才有机会食，有一点仔长。有腰果，就是迄个比较复杂的，我拢无法做形容。茴香吧？茴香对啦。对啊，然后香菜。太可怕了，我对印度的香料不是真熟，我只是带伊。香料混着会耳鼻，香料咸，香料鸡啊！伊讲内底有九种香料，我白伊讲这个是香饼。哇，来来，伊顺便拍上菜了啦！葫芦巴风味，我先吃香料鸡。哎，是这样香诶！九种测出来。反正应该有 Alpha、Beta、Omega 之类的吧。我谁知道香料啦？门外印度朋友，印一定在。印度朋友？无嘞，大概应该。我吃这么多印度咖喱了，还不给我个印度朋友？现在就是葫芦巴风味油吧。好啊，你看来这有淡麦豆。哦，拄只白吉讲伊个鸡巴足嫩诶。它的鸡皮都不一样。嗯，有，你这么生生滴滴耶，就是这个油巴这个，所以就是葫芦巴的意思嘛。葫芦巴是什么？我问问印度朋友。对，印度朋友出现了。葫芦巴原生于东南亚和地中海一带，滋味略苦，气味香甜，带有甘草、枫糖浆和焦糖的气息。猪油香饼。你要沾那个？关底先。嗯，这个是白加切的那种。不是我以前吃过的 QQ 的那种比较薄的，但是我也介意。那真正你在马来西亚吃的印度的，有很多款的啊，有高啊、薄的啊、切切啊、QQ 的啊，拢 OK。都有足尖的，足高的 ，Roti Tissue。你看，我大家看哈，甩饼来哈，甩饼不是另外一种饼就对了，我的接受好烂。我这切，包下特别的 ，OK。哎，姜黄粉，姜黄的粉嘛是足重要，一定要食啊！你食饼，你食姜黄的粉，你配伊个咖喱汁，就肚肚阿好诶。但帅，我就介意食咖喱，你看，很赞好吗？那姜黄味，我们家的门口有种姜黄的。match。那你食了就，但是伊个姜黄的粉较嫩诶，不是粒粒分明迄种。你看，足水杯，内底是香料奶茶，这是我唔知影啥物材料诶。哦，足香诶！我先喝一口啊。系啊系啊。嗯，袂歹，唔是遮尔重啊，你个口味，其他人拢袂当接受啦。不只我食到一半，突然间收到，这个应该是肉桂吧？原来这个是肉桂的皮，它去炸就是肉桂。我跟你骗，所以讲伊个茶内底有一种。味是肉桂的味来的。嗯，今日印度料理试食就到这，我可以78分。我就是讲我家己的意见尔，不是我食过的上好食就对啦。以后阁有阁较侪集的印度料理试食，以后继续追踪我的频道，转台湾的咖喱，我来了，拜拜。